欢迎洪主席上台演讲。谢谢。我知道大家下午都非常的这个努力听这些报告，所以我最后一个报告呢，准备让大家比较轻松的听，所以我准备用中文来讲，除非你们有人反对。好，谢谢。好，我想这个大家听到 AI 哈，这个听得非常多，那我今天从三个角度，什么叫三 A 哈？这个三 A 这个越多 A 越好，就三 A 来阐述这个 AI 人工智能。那么我想 AI 大家今天几乎每天翻开报纸都有 AI 的报道。那我这里只是列出了很多这种啊，然后也有讲 AI 很不得了啊，也有讲 AI 很可怕啊。所以我讲就是今天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也用我们在微软在研究院最近所做的一些这个跟 AI 有相关的一些计划，跟大家来阐述一下 AI 最近的一个进展。然后最后我对于为 AI 未来的发展，然后我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第一个 A 呢叫做 Agglomerative，就是说中文的翻译呢，就大家就聚集，我们讲说 multi model 啊，各个就是智能是一个整体的表现，是一个聚集的表现啊。那么小冰我想是最，尤其这个我们从推出到现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不仅我们在这个工业界的一些伙伴们啊，竞争对手们啊，也都在做这个chatting。事实上从人工智能一开始，我们大家就提供那个图灵可能是提出人工智能想法这个非常早的一个人，而且他曾经提出过人工智能测试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个所谓的聊天那么大家可能提过图灵测试，基本上我想大家可以上网上去这个 Wikipedia 找，其实图灵测试是一个很弱的测试，很 weak 的 test， 它基本上大概只要三分之一的价值被忽悠说这个分不出去人跟机器的话，但就可以通过。那么我是觉得就是说以小冰这个短短一年多，特别是我们有一个量的尺度叫做CPS，就是叫 conversation per section， conversation per section 就是说一个来回，一问一答叫一叫算一。那我们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大概只有5，后来进到18，最近呢到了大概将近23，其实是蛮了不起的。你想想看，你会跟这个一个你明明知道，其实你明明知道它是这个机器的聊天，你愿意跟它聊2-3个来回，而且继续的聊，就是说每天花1-2个 session 跟他聊，每次聊2-3个的话，我想是远远已经超过所谓的 Turing test。这里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请一位记者这个来 PK 小兵，那么 PK 小兵就是专门出一些难题让小兵去回答，结果他一试以后发现这个欲罢不能，试了50-60个轮回还继续在试。所以我想这个他自己，而且他自己还把他试的东西就公布出来啊，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这个很好的证明。那么我小兵呢因为小兵的成功，我们在日本也推出了一个小兵的姐妹叫 Rina 今年暑假推出的，到现在短短才几个月时间都已经上了 million 就是2个礼拜就日本1%的人口就用 Rina， 这些造成的轰动那这个希望将来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能够推广到全世界的这个各个地方。那我这当然我们还没有英文的那这里只是英文一个 New York Times 对我们的这个报道。好，我想大家有兴趣的就是说知道小兵的状况，还有就最近小兵到底有哪些新的功能。首先呢，我想这是一些小兵最近的数字，刚才讲的这个23我们在日本虽然才短短几个月也有大概18个 CPS 这样子的 turn 那么最近我想小兵最重要就是这个 code 的这个聊天工具，这个 code 聊天工具呢
那么一个是说，我们先到我们当初小妹怎么做的呢？跟大家再回顾一下，我们到网上找相关的这个社交网络，把大家真的人聊天的东西拿过来，然后就把它产生一个 QA 的一个 database， 然后就是一问一答哈。那这个就让我们小兵可以开始做。但是你一旦转起来以后啊，你就有真的人跟小兵的聊天的东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把它转过来叫做 reverse Q&A。你这样想，我们在社交网络，人一个人答一个 Q， 他一个 A， 然后小兵呢，你把小兵的那个东西把它当做一个 Q 的话，人的东西变成 A， 所以这就我们叫 reverse Q&A。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些 data 这样转起来以后呢，其实更接近，因为他真的跟小兵在聊天，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人这个叫做个人化。啊，能够更适用，多了解你，特别你有聊天的记录，而且也做一些我们叫 section， 就是说你聊天不是只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之间，下一个一问一答跟这就无关了，所以我们也做一些 section 的一些工作。那么今年我们在暑假，就是暑假末期的时候推出，就是说 image 聊天。那么我们事实上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讲譬如说你用 WeChat 也好啊，用微博也好啊，很多时候你不是直接用打的，有时候你是发一张照片，你可以，所以我们不但对小兵来讲，不但你可以发照片给小兵，小兵有时候回答也可以发照片给你，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一看我们这个 image 这里怎么做的。那当然小兵也可以用语音，这个我想大家知道，我们的他一个姐妹叫小娜，那都是用这个语音的这东西。那么关于这个，然后其实小兵跟现在大家所知道的 AI 的大部分的 AI 的系统基本上都相近，基本上啊是用 crowdsourcing 人，我譬如说举例像翻译，事实上大家知道这样机器翻译的东西就是到网上去找一些人已经翻译好的 parallel text， 然后找 pattern， 然后到时候你有一个东西要翻译的时候，我就去找类似的 pattern， 找到我就把它弄出来。小兵类似啊，今天如果有人问过类似的东西，我们就回答出那个，包括跟小兵的这个 reverse QA。 然后我们发现呢，其实特别是小兵自己的 database，一个很少的一个 index 可以 serve 超过50%的这个 traffic。 那 image 怎么做呢？ image 呢基本上的道理就是说，哎，你发一个照片给小兵呢到网上去找，我等一下会跟你讲细节，找一些类似有人曾经发过类似的照片，哎，这个类似当然是就是这个技术来源，一旦我能够找到类似的照片，那别人曾经这个有发过某一些对这照片做一些评价也好啦，发一些俏皮话也好啦，我们就把它用过来，哎，这个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好，那我现在讲细节。那么小兵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人跟人有关的照片是很多的，我想你毕竟是人跟人聊天嘛，啊，那譬如说你发一张照片，那我们刚好呢，待会。第二阶段会讲那个早上这个 Peter 也介绍过叫 Project Oxford。 那 Project Oxford 里面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跟 face 有关的，譬如我们像你发一个照片，只要我们一侦测到这里面有人的脸，我们第一个可以告诉你人脸在哪里，而且告诉你如果他是一个我们知道的人，不管是你自己做的系统或者是一个名人啊，或者是这个跟一个人很类似，这个 face recognition， 还有呢他的性别，还有他的年龄，还有呢他的这个颜值也把它测出来啊。那根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因为颜值大家也知道，大家现在很多聊天根据颜值就发了一大堆这个 post， 那就太很好用，我如果知道他颜值的话，那我就可以去借用他的聊天的东西把它显现出来，所以是如果你弄的是人脸他就这样做。那假如不是人脸呢，那我们还有三种技术可以来捞这个底。第一个呢我们叫 dedupe， 就是说譬如说蒙娜丽莎，大家也知道法国罗浮宫里面博物馆里面有蒙娜丽莎，每天一大堆人去看，那你照他照了一大堆蒙娜丽莎，那我们刚好有并搜索引擎，
所以我今天如果你我到那边找，我就不，然后当然知道大家照的蒙娜丽莎，有的这个像素高，有的像素低，光线暗，光线什么，但是不论如何都是同一张啊，这叫 dedupe。那我们就去那个病里面去搜索，找出来它是一个 duplicate， 那就很好办了。这个时候呢，不但我知道这是蒙娜丽莎，那关于蒙娜丽莎的报道有非常多，都跟他 link 了。我手到擒来，就可以跟聊很多蒙娜丽莎的东西。好，第二个呢叫做 similar， 就是说类似。好，那这个技术跟 duplicate 比较不一样哦。那么这个 bin again， 我们有这个 bin 搜索， bin 搜索里面有很多图片，这个图片都是上 billion 级的。上 billion 级以后，像这两张照片，那我们的技术用 DNN 的一个 feature， 但你不能只用 DNN 做 recognition， 因为你这个类似的照片也是上 billion 的，上 billion 你的 output layer 如果有 billion 的话，今天我想大概计算机也处理不了，但你可以把它找前一个 layer 做 DNN 的 feature 拿来做类似的这东西，然后你一比到发现它够类似，那非也很好了。如果有人发过这张猫的照片，然后就把它的 comment 拿过来用。那最后一个呢，那硬功夫了，那这前面都没办法找到，那怎么办？那我们就用叫做 recognition 呢，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做1000类吧，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类增加。你譬如说我们能够辨认出这是不是食物，如果是食物，那哎，有的人就说看得我都流口水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的目的是聊天，其实啊，你今天跟朋友发了一个东西，里面是一个食物，然后譬如说这个食物，我看看这个可能是什么芋头，什么芋头鸭，假设了啊，你不是要你的朋友说啊这是一个芋头鸭，事实上你是希望他能够发出一些俏皮的话，看得我都流口水了。所以你真正要的是看得我都流口水了，你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哦，因为这个你快要搜寻有人讲这个，反而在网上可能知道这是芋头鸭的可能还比较少，很少人就说这是芋头鸭，哎，我们直接把就借过来用。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呢，哎，今天我用图示跟大家讨，我们在去年年底其实就开始做一个这个，譬如说那时候我们辨认狗，那时候我们有100种狗，但是像这个狗是牛头梗，你跟人家讲说是牛头梗一点意义都没有，人家根本不管你。但是呢，因为网上呢还真有人在讨论牛头梗，他牛头梗呢，有人说跟两个明星很像，我们就把这个直接调过来用，或者把它加起来，结果我们就发现，哎，人家就会觉得你这样聊天就很有意思了。然后呢，我们后来呢，跟京东合作，他给了我们很多书的这个封面，所以我们可以辨认上千万本书，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辨认。那做辨认以后知道是哪本书的话，那书跟它相关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拿过来用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加了书。然后接着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这个 image recognition 以后呢，像衣服，我们就做了衣服。那衣服怎么做的呢？哎，大家看，哎，怎么会？哇，这个这答得真好。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基本上衣服呢做了3件事情，它的布料，啊，这是牛仔布，这个是麻布，这是毛的，啊，这个是 texture， 英文叫 texture。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什么样的衣服？像这件东西是一个裤子。有的是上衣，有的是衬衫，有的是西装，有的是裙子，这个是衣服的种类。还有一个就是说叫做衣服的 style， 那譬如说这个是你们比我还清楚啊，我这个已经很久没有买衣服了，那个有就是学院派，然后这个是什么，像这个呢我猜啊应该有一个派就是这种叫做破洞派啊，所以讲得不好我不知道，反正就所以呢，像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知道，那我们就辨认出它是一个破洞派。然后破洞派呢就有人在网上放过一个破洞派的衣服，不一定是这个衣服，然后用了这个破洞派这个东西就把这个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把它拿出来说你要我考验我的针线活啊，哎，这个所以就能够做出一个很切切的这个谈话。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大家看你可以认出来，这个是我啊 Peter 啦，还有我们研究院的一些人，这是今年他们4月来的时候我们照的一张相。然后呢，哎，大家会说这个怎么来的呢？哎，这里面有人呢，他辨认出好几个人，然后呢，他辨认出Peter 跟其中的某一个人呢年龄相近呢，我们就把他说成像兄弟关系，所以那边就有一个兄弟情深。然后呢，
大家说什么内心很温柔啊，有一个人内心很温柔，大家说不定可以猜，那基本上是跟进颜值。那你颜值啊，颜值高的时候你就多谈他外表，颜值低的时候啊，你就多谈他很聪明啊，是个很有内涵，哎，所以基本上就大概就这个概念。哎，这个也一样，像你看这个颜值7.2的，你看谈这个，那颜值1.7的，你就谈别的东西啊，所以大概这样的概念啊。好，然后这个小兵，我觉得从这个出发，我们真的是学到很多。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说，现在大家要求更多了。你小兵一开始谈俏皮的东西，哎，可以谈，但大家现在说你有没有用啊？那我们做了一个跟京东的尝试哈，京东把一些产品的信息给我们，我们没有那么急的说要去卖产品，所以我们把这个想的是说，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你的这个shopping buddy， 就是说是你的姐妹淘或者你的兄弟帮。当你有时候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会比较相信你姐妹淘或兄弟帮的这个建议。那么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本来这个人跟小兵在那边谈一些这种风花雪月的东西，后来这个用户突然说他对于这个新的数位相机有兴趣了，哎，小兵刚好有这个知识，因为京东灌给我们这个 data， 给了我们这个 data 以后，我们就提供很多他这个上面的这个信息，甚至于包括退货率啊或什么之类，我们发现就是说，哎，利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有成交率反而更高，因为这个比这个广告真的不太一样，广告有时候就即使人家说什么个性化的广告，也有很多都是塞给你的，就算你想买，我们就假设你想买那个数位相机，但你现在正在忙，你正在听我的演讲，人家塞给你的广告，你马上就把它delete掉了，这个很麻烦，很烦啊。但你看这个时候刚刚好你自己讲说你对数位相机有兴趣的时候，哎，我们这种小兵很适切的，就这个现在比较，我觉得现在一个新一代的这种广告叫做不是植入式广告啊，植入式广告比较强迫，一个叫 streaming 内容广告，就是很自然的在内容里面，哎，真的是你所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小兵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潜力，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可能可以探讨这方面的这个方向。好，讲完小兵以后，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是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跟清华签的这个关于学术搜索跟清华新的这个 Data Institute 数据中心的一个合作。那么学术搜索，我们身为学生老师常常会要找一些学术的paper， 但是我们找 paper 的时候不是只是找相关的 document， 这都过时了，我们真的是找，我们希望能够找全方位，找到这个研究员、这个老师、这个同学、这个领域还有这个单位，哎，我们是很自然而然的，为什么大家对 MIT这个很惊讶，为什么大家对清华很惊讶，为什么大家对这个 CMU 很惊讶，那就看过很多这些人写这些地方出来的老师学生所写的文章嘛，所以我们就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智能搜索啊。那所以就像我讲的，你不是只是文章，哪个 conference 哪个 journal 啊，还有这个人，还有哪个单位，还有哪一个 area， 对不对？那我们就我想在这个这个所谓的叫做学术搜索，一直都我记得我们做这个项目已经起码7-8年了，然后我们不断的在进步，最近我们又新推出的这个新的版在中国也上了啊，这个大家到病因搜索里面啊，有个叫做学术，英文叫学术，中文叫英文叫 academic。然后中文叫学术，你到那么一点就出来这个。那譬如说，我们的大老板 Harry Shen 啊 ，Paper by Harry Shen。但是大家知道 Harry 是他英文名字，事实上他叫沈向阳，而且他沈向阳是这样的拼法。那么那这个他自己，当你打进去的时候，他会因为 Harry Shen 啊，这个在你如果在这个互联网去搜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跳舞的人也叫 Harry Shen。那他这里呢，因为你是 paper， 他马上知道你可能是讲沈向阳，他就会问你，然后你一看就知道，哎，是他，你一点你就可以找到，就因为尤其对中国人，当然我这里因为我用英文来做这个 slide， 中国人同名同姓太多了，尤其现在单名，所以这个信息会非常有用。讲到同名同姓，我们再试另外一个 Michael Jordan，
当然大家知道今天讲这个 AI 讲机器学习有很有名的 Michael Jordan， 但是打球的那个 Michael Jordan 比他更有名，对不对？然后还有啊，还有一个，还有 Michael Jordan 在这个生物啊，医学这个领域，所以马上你在打的过程中，他会问你是哪一个 Michael Jordan 啊，而且有这个他这是一个。另外说这个还不够，他当你打 about 的时候，像这里他会出来你是 bioinformatics， 那很有可能是做机器学习那个，那也有做真正做生物的。生物信息跟生物是两个不一样的领域，对吧？然后你如果讲它是在 Nature Science 上或什么之类，所以它是可以很主动的，而且是有对话的模式的，跟小兵跟小娜都很类似的这样子一个东西。然后像今天的演讲的嘉宾，新科的这个图灵奖得主 Michael Stonebreaker， 我们找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当于把他的这些东西都聚总起来，同时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找出的 keyword 也不是只是单纯的 keyword， 我们的 keyword 还是有 entity， 是一个 entity， 然后这个 entity 你点进去，你可以找相关的这个领域有关的信息，包括谁发的 paper 比较多，发哪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 paper， 所以这就是我们并学术搜索。然后因为它已经上线了，我在这里就很快的这个你们回去，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下次找 paper 以后可以去尝试的用，用得好，给我们多用；用得不好，给我们反馈，那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我们现在跟清华的这个合作，希望有清华 data 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能够做得更好，做出一个平台来跟清华一起来提供对中国学术界做出一个学术研究、学术搜索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而且语音上面、小娜上面，我们也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不仅在 Windows Phone， 我知道 Windows Phone 或许今天用的人还没有那么多，我们也把它做成这个安卓，也有做出了安卓版，然后 iOS 版也很快要推出。所以你不但你可以用，你可以打的去查，你还可以用语音去查。好，这两刚刚讲的两个例子都是一个聚集的例子。接下来呢，我讲这个 adaptive， 其实上 adaptive 跟 learning 一样。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人工智能当然要能够认，当然能够要可视性。那么我们这里就讲一些很基本的、很基础的这个技术。当然每样人工智能当然都是一个 adaptive， 但我今天要讲两个很基础的一个研究。第一个就是 Project Oxford， 我刚刚提过，我们的 Peter 提过 Project Oxford 对微软非常重要，我们叫 Intelligent Cloud。 而且早上也有同学问到这个 APIOxford 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 API，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做你们了解的 domain 去做一些有用的 application， 用我们在这个cloud 上的 API 来做这些智能的东西。那基本上分成四大块，两个跟语言有关的，一个是有关语音的 speech 的 API， 那跟小娜当然是，然后另外一个是 Louis 跟 natural language 有关的，譬如说跟小兵有关的。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一个东西做一个应用简单，要做成一个 generalized API 比较难，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在这些功能上做提升，让大家可以做一些更酷更炫的东西。另外两个呢是跟那个影像有关的，一个是跟 face 刚才提过 face， 另外一个是说 computer vision general 的 image。 那今天做 image， 我们希望在很快还有 video。 这个你今天放一个 image，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出新这些有意义的intelligent 的 metadata， 譬如说这里是不是一个 clip art 还是一个照片，然后呢这里面呢它属于什么 category 啊，这里有人，这里我们刚好有个 category 就是人在游泳，它也变成出人在游泳，然后这个人呢他是大人还是小孩，那我们刚刚这个然后这个还有他的，如果他然后他的年龄、他的性别，如果有人的话，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跟 image 有关的，它的accent color 啊、dominant color 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是这个是一个 Oxford 的这个 API。然后我想大家可能知道一个 Howard.net 啊，尤其今年我们推出的时候，其实 Howard.net 当时只是一个 sample app， 因为我们做 API， 你总要写一些简单的 app。Howard.net 就这么几行，左边这个不到20行。我们就是用 Howard.net 来做一个 simple app， 让人家知道你怎么去用 Oxford， 结果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个
这个好友档内杀就变成 viral， 一下这个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照片往上传。因为说到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试还不知道。我们有这项技术在我的 lab 啊，已经好几年了。我一直觉得说，怎么会有人希望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年龄呢？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以后，这个，而且这里面你也知道，你看这里面还有人被辨认成七岁，你看看这里面。那么我们后来发现啊，其实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啊、这个 social network 就这么一回事。更何况人的这个年龄呢、啊，永远不是在猜你真正几岁，因为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对不对？你真正有意义的是说我看起来像几岁。对不对？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在心理学上也有 study 过，你笑跟不笑，笑看起来会比较年轻。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后想产生新的功能，就是说，说不定有人可以用类似的这种软件，每次你在照相前啊，或者出门前啊。啊，尤其我们女同学啊，女孩子啊，可能化妆啊，是不是说我今天希望看起来很精神呢？啊，所以很精神跟这年轻可能很相关呢、啊，所以看起来的年龄啊，这个是我们从 Howard 那里面所学习到的一些经验。然后 Face API， 那 Face API 呢，刚才提到很多 Face 的东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你不同的单位啊，你也可以自己建你的这个单位的 database， 这样的话你可以。譬如说，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单位的，然后一旦他是你单位的人，他也可以知道这个属于你这个群体里面的谁，哎，他也可以知道他是像这个，他属于 MSI 的，是啊、这个王超，他是我们做这个 Face 的一个大将。好，刚才我在小斌那里提到这个 Image Search， 当然我没有讲仔细讲这个他的技术，这里想我想要特别讲他的技术。这个 Image Search 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记得我做研究生时代，虽然我是做语音的，不是做这个 image search 的。那个时候做这个识别呢，去识别一个椅子、桌子两样东西不得了了。现在我们可以识别上百样、上千样。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里一个更深、更 fundamental 的一个 question 就是说，一个图里面事实上像这个图有好几样东西，不但我有狗，也有一个啤酒瓶。而且不但你要辨认出这里有几样东西，我还要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至少你把它框起来叫 bounding box。 所以这真正你做这东西，你还要把它 detect 出来，你要把它 localize 出来啊，这个在学术界叫做 object detection。 那么用大家知道深度学习好、啊，然后大家也知道 image recognition 用很多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那么基本上呢，在我们做这个之前啊，有 state of the art 做这种 detection 呢，做一个 regional 的这个 convolution neural net， 就是说想办法用一些传统啊这个 image processing 的技术去 identify 一些 bounding box， 然后把这个送到深度学习 new DNN 里面，然后再做这个辨认。这结果呢太慢，其实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快非常重要啊。我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叫做SPP。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很 clever 的 marking 的方法，然后能够把一个图片的一些 region 用大大小小的框框去框起来以后呢，然后把它送给 DNN， 然后还可以 reuse 这个 result， 不管你的 boundary 的 hypothesis 是怎么样 different。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概念啊，这样概念我就可以大大减少它的增加它的这个时间跟速度。我们在做这事情，当然我讲了很多速度，但是我们其实没有 sacrifice 它的这个accuracy。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首度啊，在这个 task， 这个我觉得具体上到底是不是超过人，这个我觉得从很 scientific 的角度来看啊、学术上有个叫 ImageNet， 大家有做这个东西很了解，那个里面用人是有可能犯错，但是人犯错有很多原因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我们第一次这个 computer 超过人啊。那当然我想现在这技术包括我们的技术再去 apply 这些东西肯定更高了，但我想我们要 move on 做一些更重要的这个 task。 我们真正这是一些找出来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出来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那么这里我要讲为什么速度重要。人今天很多人问我说，到底
机器跟人辨认这个语音啊，辨认这个物 object 啊 image 啊，到底差多远？我觉得看你怎么看。当你在固定的范围之内，你能够收集很多数据，同时很 clean 的数据的话，其实机器跟人已经非常接近，甚至于很多地方都超过人了。譬如说听写机讲英文的话，我相信在座包括我在内，尤其我们英文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我相信今天英文听写机的，你如果要算 word error rate 也超过人了，超过我们。但是今天假如我把你放到一个 party 很吵杂的环境，很多人讲话，然后我叫你去辨认，基本上是那个result会是 terrible。 包括我今天图片里面我把你遮掉一大块，牛头只露出一个耳朵，只露出一个尾巴，只露出一个什么腿，我要你辨认，那基本上是 computer fail miserably。 原因为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用大数据的方法，我就收集一大堆被遮住被那个的，那你也知道那个 combination 是 exponential， 你要收集多少 data， 你能不能 generalize 好。人怎么做的？我们想想看，我们人的大概怎么做的。我们人呢，事实上说，哎，你被遮住的时候，哎，被遮住那地方有可能是这样，然后我就心里就构建一个模型，一个图案，然后跟这个比较，哎，堆起来差不多啊，这都 match， 那大概就是这个了。语音也是一样，语音我们做，我实际上有一个东西叫 brain separation， 当你把很多人的话加起来，你能不能够分出，你能不能再把它分解出不同的音道？事实上 brain separation 大概我们也做过实验，假如这个人你不了解，他的语言你不了解，他讲的内容你不了解，人做 brain separation 也是非常吃力的，机器是完全 almost fail， 只有在一些很 limited 的情况之下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也是类似的做法，就是说我今天听到了几个音，我今天大概知道你是谁，然后我就想你大概是讲这些话，然后这些话跟那些音基本上也吻合，那我就觉得你是在讲这些话。所以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脑筋里可能换过很多 hypothesis， 所以在传统的 AI， 传统就是三十年前的 AI 教科书，你们去翻，有一个东西叫 generate and test， 就是说你根据你有 missing data 的情况之下，你 generate 一些 hypothesis， 然后去 test， 然后觉得它吻合就留下来给它一个 score， 不吻合丢掉，这叫 generate test。那还有一个东西叫 try and error。 那么你就我们刚刚讲这个 detection 来讲，因为你能够 detection 它的 boundary， 而且还不是只是 bounding box， 你要 detect 到它的 pixel level， 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出很多 general test and 这个 try and error。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有可能，比较有可能吧，不要说才有可能，比较有可能辨认出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就可以，大家就可以 appreciate why so important， 要增加这个速度。那人这个动的速度远远大于我们今天能够做的这个速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是非常 fundamental， 在 computer vision 是非常 fundamental 的一个技术。接下来大家讨论聪明啊，这个至少西方国家蛮公认的，当然也是还有争议啊，但至少西方国家很重视一个东西叫 IQ test。国外的资优班通常不是考学术的东西，也不通常是考一个叫 IQ test。 IQ test 基本上 general belief 就是说你怎么练你大概也无法 significant 增加你的 IQ test， 你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超过某一个年龄，你的 IQ 大概也就定了。这个当然我不是专家啊，这个是做教育心理学的人，这方面的专家。那么不管怎么样 ，IQ test 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大家很公认的一个考试的东西。IQ test 里面有一块啊，中外都一样啊，是跟语言有关的。那譬如说，他会说 A 相对于 B 相当于 C 这个字相对于下面哪一个字，或者说下面选下面两个字 that form a concept that pair the word in capital， 就是说。Chapter to book 相当于 act to 下面哪一个字，相当于类似这个意思。然后还有就是说下面几个字哪一个字离其他的字最远，因为这些字并不是我们有时候常常讲同义字，事实上不是同义字，只是说相近的程度，或者是说下面哪一个字最跟 irrational 相近。对，即使相近
也还不见得到了同意。其实事实上很少有两个字是完全同意，原因很简单，如果两个字完全同意，那不就 redundant 吗？你干嘛用这两个字呢？从信息的角度，它 the new bit zero 一个，那你根本不需要有 amend 这个字，所以没有两个字是完全相同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哪一个字不，这已经不是说离很远，而说哪一个字比较是真正在好像地球的两个边是真正相反啊？那个这个，所以 IQ test 里面。不敢有的，当然有的 IQ 是四十啦，我估计大概有30以上的 IQ test 都在考这个东西。然后右边这边呢，大家可能也觉得可以接受，你这个人年纪越大，还是这个学的字比较多，所以考试成绩相对比较高，受的教育程度高，考试的成绩相对也比较高。那么大家在这里呢，我想如果有人做 DNN 做 wording bidding， 可能就会。我们叫什么？渐入欣喜，对，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个明明就是 word embedding 就在做这件事情啊，因为 word embedding 在 DNA 以后，真的有一个很 popular 的 area 叫 word embedding， 就是说今天你任何的字，我就可以给它一个 n vector 的向量，这个向量在这个 n vector 的 space 里面，它如果越相近，代表这两个真的就越相近，然后如果它真的是在两边，那真的就比较是相反，然后如果离得远，就是真的离题，所以你会发现，哇，哎，这个 word embedding 是对这个最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我们就拿来试啊。但即使你拿来试，你可以做一些东西，但是还是不够好。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语言。第一个呢 ，sense ambiguity， 有常常有字，我们就像 bank b a n k， 英文叫 b a n k， 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 river bank， 这个河岸。那么你有不同的 sense， 你必须要把它分出来。但是呢，你如果只靠传统的这个 NLP 很阻断的去那个又很难，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 probabilistic 的 mixture model， 所以这个是解决第一类的问题，然后把它放到 embedding 的这个 space 里面。第二个呢是说你的 training data 有限，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有 morphological， 这个叫词类变化啊，这个中文也有，英文更西方语言更多，一个字有形容词，有副词的状态，有动词的状态，有各种词的状态，但是这些东西在语义上基本上很类似，那你怎么样能够用 morphological 的东西把它，特别是你 data 不够的情况之下，可以把它合起来用。最后一个呢是说，你再怎么样弄，你这个语义还是很粗浅的语义。那么我们知道，在做 semantics 的人有一个叫做 entity relationship， 你譬如说首都、省会，啊，这个北京、这个坎培拉，哎，这两个这都是首都，首都跟国家之间有一个关系，有一个 entity。那我们微软做，今天很多人在做 knowledge graph， 就是去 discover 这个 entity relationship。那我们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可以把那个东西当做 additional training data， 对不对？你本来北京跟坎培拉这两个字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 entity 让他们有点关系了，我把这个加进去以后，我可以让我的 embedding 的 model 做得更精准。做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哎，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成绩。那这样成绩如果在比平均的成绩的话，你可以说已经比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人的这个平均的 IQ 高，但这不代表什么了。我觉得这个代表只是一个进展啊。早上 Peter 也讲了，就是说跟 IQ 相关的，有譬如说我们在做 SAT 的，或者是做中学数学的，什么这个我们在微软里面也有人做，像做这个我们叫做reading comprehension 啊，或者是做数学问题啦啊，你今天可以做到8岁啦、9岁啦、8年级、9年级啦，有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高考啊。日本也有做。中国也有，就是这个，就我觉得这个都很好，这个啊，拿这些 task 能够来帮助我们把这些技术做得更好。但这个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在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在研究院所做的一些成果。最后呢，讲到就是 Ambient， 微软最近我们在讲一个创新，叫做隐形创新 ，invisible。这个什么意思呢？跟我们微软的策略有关。以前计算机刚出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是什么计算机，你要 set up hardware， 然后你要装 software， 你要跑这个程序那个程序。今天计算机已经是无所不在，你有手机，你有云，然后你用这个应用，那很多东西都是无缝式的，自然就发生了。所以叫 ambient， 你也可以说叫做invisible 隐藏式。最后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无缝手到擒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智能。那么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小娜，这个Cortana。Cortana 呢，最近大家我们推出 Windows 10， Windows 10里面呢很重要一个都叫 Windows 10里面我们是 cross device， 我们从 server 到台式机到laptop 到tablet 到这个那个 smartphone 都是用 Windows 10，也都有 Cortana， 而且我们还推出 Cortana 这个 for Android。Cortana for iOS 很快会出来，然后做成 cross device， 这也是一种 invisible。 什么叫 invisible？ 我今天大家会说，哎，你这个 Android 跑的是 这个 Google 的 operating system， iOS 跑的是 Apple 的 operating system， 你根本也不控制那个东西，你去做 Cortana for 那有什么意义呢？我大家告诉大家为什么 cross platform 有道理，因为今天我们这些 device 都是混着用的，你有手机，对，你也用 PC 啊，你也用台式机啊，你也用这个 laptop 啊。那你今天说有个，我们今天说不管是 Siri 也好， Google Now 也好，小娜也好，我们叫做 personal assistant。 那你今天你当然希望我跟他提醒一件东西，我不希望说到了另外一个机器还要再提醒他一次，或者说今天你记得我有什么喜好，我希望你就是我今天要做一次，我其他地方我譬如说我早上在手机上做了一些事情，晚上我到家用台式机了，他就可以提醒我。所以我觉得这个 cross platform 的道理在这里。那么另外一个 pervasive 是说PC 机跟手机不一样，手机你今天要用语音之前你要按一个东西然后开始讲，PC 呢你平常在这做事你还要按再去讲，非常麻烦。所以我们今天 PC 有一个 mode， 就是说在台式机上面它麦克风永远打开，哎，然后当然你可以说你叫他小娜做什么事他来做，但即使这样，有时候你跟大家人家在开会，那个人很可能就要什么娜，你跟他讲小娜，那他以为你在跟他说话。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叫做 speaker ID， 说话人的辨识，对，意思说因为 PC 有这些 personal computing 只有你在用，所以你只有你对他讲的时候我才去听，不是你讲的时候我就 ignore。 那我们这个在我自己做语音的，这个在那个状态，但是这是第一次我觉得 speaker ID 做出一个最广大的应用。那我们今天我就来讲一些学术的东西，我们就做了四个 database， 其上面两个都是在学术界所做用的 standard 的 database，下面两个是微软自己录的 database， 一个是跟小娜有关的，一个是跟我们叫 Link， 现在叫 Skype for Business， 就是 Skype。 然后因为你开会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我们也希望有很快把这可以用在开会的场所，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谁在讲话。那么用的方法呢，传统上是用就叫做 Gaussian Mixture GMM， 然后你 build 一个 Universal Background Model 你来做对比。那当然你后面可以加一个 LDA 做一个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我们这里中间加的是 iVector， 那 iVector 也有很多做法，你也可以用传统的这种 GMM 的做法，我们这里用的是 DNN 的做法去做 iVector extraction， 这样让它更能够这个跟很多环境的东西能够 be independent。 做了这样的东西以后，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在这里deliver 一个 EER 小于 1%。 什么叫 EER 小于 1%？ 就是 false negative 跟 false positive 都控制在 1%。 即使这样你可以说100次你还是要错一次，所以我觉得你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 improve。 这有点像就是我们在做 service 里面什么3 9 2 9 4 9，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的 9， 希望以后可以99.99 90.999之类的。然后它这个我们这个在 standard 的 database 呢，我们拿跟我们旧的技术比，而且我们的 baseline 还不是最初始的 baseline， 就我们的 baseline 也是用 iVector， 只是没有 DNN 这个 iVector， 我们都可以做到相当于30%以上的这个 improvement。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叫 video 也是一种，今天包括像清华这个场地一定有很多 video 摄像头，那今天的 video 摄像头通常还是事后假如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们人在那边看，我们希望这些摄像头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譬如说这个人摔倒了可以马上叫警卫来帮忙，那我们这里就是真实的这些，当然头几个是有些人故意去摔跤，那这个我们来做我们的这个 training data 啊，或者 test data， 你会发现在几乎在没有这个 latency 的情况之下就可以 detect 出来。那后面这是真的 video， 所以我们必须把人给遮住，要因为有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这个。那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做很多应用，所以我们今天跟很多我们的伙伴在这个，而且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个放到 Project Oxford 里面。那另外一个这个最后几个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跟刚才那个 image recognition 跟 image 啊 detection 有关，而且这里做的不只是 bounding box， 我们做到 pixel level，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它做到 pixel level。然后今天你有很多这种什么大疆无人飞机啊，那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可以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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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应用。那么大家今天知道穿戴式啊，以后叫物联网啊，事实上就是加更多的这些传感器 sensor。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们对这个我们的用户、我们的环境做更多更多的了解，那么将来有更多的 sensor， 然后可以让我们真的是这些智能的服务能够无所不在，而且隐藏式的啊，无缝的为我们服务。好，最后呢，刚才讲了三个 A， 其实我还有一个 A， 之前一直没有跟人家讲是什么 A， 这样我要讲出这个四 A， 第四个 A。在讲第四个 A 之前，我想跟大家来看看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那这里呢，我们就讲点历史，我们讲这个科学吧。我们今天在一起都，我们都是科学家啊，这个研究员。那伽利略，我觉得是伽利略、伽利略，你看你怎么翻译。他有人说他是科学之父，因为他早于牛顿之前，其实就是观察，观察就是一种收集数据。像他在比萨铁塔丢两个球，一个铅球，一个篮球，最后一起掉到地上。哦，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定律跟这个它的这个大小重量无关。他观察天象，他发现地球可能不是地球中心，对不对？当时当然很多人叫这个很多还这个反对，说这个是说是邪魔外道啊。但是他就观察就是一种的 data。那么你说到了牛顿一样的道理，他今天为什么今天怎么万有引力为什么跟 mass 成正比，为什么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对不对？我们做物理实验做化学实验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做收集一些数据又发现，哎，这个跟这个是成正比，这个跟这个成反比，这个、跟这个无关，对不对？然后因为这样我们就做出一个式子，然后去算出来，最后算出一个常数，最后我们得到一个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把它叫做都叫 close feedback loop。 为什么呢？我可以广义的来说，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今天你要做一个器具，譬如说你要做一把刀，石器时代我要用石头打造一把尖的东西去切肉，然后我就去做一把刀，然后我真的就去切，或者我做一个实验，或者我做一个假设，然后我就去真正去运行它，收集一些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来了解它的优缺点，然后做优化，来产生我下一个实验，产生我下一个假设，产生我下一个产品，然后这不就叫做 close feedback loop 吗？这个其实跟今天我们讲的互联网加互联网精神不就是这个东西吗？所不一样的东西是说，以前做一个实验可能要好几年好几个世纪都有可能哦，今天我们有互联网，我们有数位化，我们有物联网，我们有移动互联网，我们今天还有广大的用户，我们可以做实验。以前人家做一个实验，我们今天可以做100个实验。我每次 close 一个 loop， most likely 我就会 improve， 所以对各行各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也是大家所谓的大数据。为什么今天有 data institute， 清华也成立了数位这个数据中心。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么多这些东西呢？事实上今天大家讲的 AI 事实上是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但是今天大家所在乎的 AI 也是有用的 AI， 也是大家花很多力气这个做的这 AI， 包括机器学习跟大数据，虽然不敢讲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所的交集我认为是非常之大，
这也是大家今天讲，今天所谓的 AI， 我认为是这种这样子的一个 data driven 跟 statistical based 的这个 AI。在80年代，我们做语音的时候就说 ，there's no data like more data。你就 more data， 然后有一个 objective function， 你就让它去 optimize。今天的 DNA 也是一样啊，你今天 DNA 就是你造有一个模型，你有数据往里面放，然后到最上面一层，你产生一个 error function， 你做 error propagation， 希望下一个 iteration error 会减少，就是完全是非常类似的。那么它能做非常多的东西，能够做 pattern recognition， 但是人除了做很 low level 的 percep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以外，我们还很快可以转成 high level 的 symbolic reasoning。 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被遮住了，只露出一个耳朵，我觉得它可能是牛，我马上就牛就有一个身体，有一个脚，有一个尾巴，虽然它大部分被遮住了，露出两个蹄子，哎，这个很可能就是牛。我们可以在 high level 跟 low level 之间，而且还做 generation， 做很多这些东西。这个其实今天，其实 AI 30年前很多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在谈这个，但今天因为 data 的 dominant 是好也是不好，它 dominant 很少人在谈这个东西了。但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对于人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是要做到像人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话，这方面我觉得需要更多人的投入。那么说到这个 big data。就像 Data Institute， 今天有个新的行业叫做 Data Scientist， 或者叫 Data Analyst。事实上，今天像类似像微软的公司啊，或者 Facebook 啊、百度啊、这个微信啊、这个阿里啊、这个 Amazon 啊，很大一部分我们 hire 的人，其实是在做 Data Scientist 的job。他们会写一些，就像你们一样，会写编一些程，懂一些统计，懂一些 machine learning， 能够 data 拿来产生一些 insight， 然后来转这个 feedback loop， 知道我要下一个产品怎么 improve。所以这个是，但是不要忘了，今天计算机，什么是计算机？计算机的 algorithm 还是来自于 human， 包括 learning， 你们仔细想。包括 learning， 包括所谓的深度学习，所有这些 model， 这些 algorithm， 是我们人想好了，我们让机器去实现。那这跟我们人想好一个 algorithm， 说你怎么去开根号，然后叫机器去开，开到小数点后1000位，有没有两样呢？是不是蛮类似的呢？所以到底什么是 intelligence？ 所以我们就在探讨什么是 intelligence。功能，我觉得功能没有争议，这个刀比较利，这个刀比较不利。啊，这个车跑得快，这个飞机跑得噪音少，功能非常简单。到智能，哎，智能就有争议，慢慢就有争议了。我记得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啊，我们说 intelligent TV， 我记得当那个 remote control 遥控器第一次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在60年代，但我大概在70年代第一次接收到遥控器，电视遥控器，你一按，人不要到那边。电视就打开了，再按一个可以选台。当时的智能电视真的那时候真的叫智能电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推出来之后，就从一个角度来看的确很智能啊， almost like 你叫一个人叫你一个助手去打开电视一样，所以它是智能。但今天没有人认为这个遥控器是智能，对不对？然后我刚刚提过那个开根号，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很羡慕人家会珠算、会算盘、会心算，哇，在心中就可以开根号。开不到1000位，可以开到10位，很了不起吧？对，这我现在我想没有人认为开根号有什么了不起。那这跟下棋有什么两样呢？今天下棋像象棋，不管是中式象棋、西式象棋，基本上也下不过，没有人下得过机器了。基本上啊，这当然有，还是有很厉害的那种，全世界就那几个人，但我们一般人绝对下不过。为什么呢？你下棋就是在那边说，我下这一步，你可以下面。这个穷举法，然后每一个给一个 score， 最后我只要能够摄取的非常深，甚至于把它全部摄取完，我一定赢嘛。那这个，所以今天即使下棋，很多人都不认为有什么智慧了。所以对不对？这个这就是智能就已经有争议了，更不要说到智力 judgment。我们说这叫 judgment call。什么叫 judgment call？ 你的判断跟我判断不一定一样，这叫 judgment call。这个东西你怎么衡量呢 ？creativity。创造力，对，我们人最讲了不起的创造力。那用我们讲的，你怎么想到这个 algorithm， 这个东西就到智力了。
OK， 你可以想到一个 algorithm， 不代表你下一个问题你一定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答案，对不对？我举例，牛顿，假设牛顿真的是被苹果砸了，想出了万有引力，牛顿还有他解不了的问题，你再砸他100个苹果，他也不一定解得了。然后一样，你今天如果牛顿当初没有发现相应这个万有引力，你砸我100个苹果，我也不见得想出万有引力，对吧？我们想出一个 algorithm， 我们怎么想出来的？多半你解释不出来，多半。如果可以的话，那不得了，那这世界上所有问题就解决了。对吧？所以你这个想出 algorithm 本身这种 creativity 绝对是非常高端的智力。那当然最后更不要说到智慧了，这我都不用提了。智慧是什么？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 intelligent。那我们回到 computer 最具代表的就是 Turing machine， 很了不起。这个 Turing machine 一个很了不起的 hypothesis， anything can be computed by Turing machine。大家说啊，这有说跟没说一样，不对。基本上图灵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如果一个东西可以用 algorithm 的形式把它描述出来，你就有办法去 program 它。那 so far so good， 对不对？但是这个 algorithm 来自于谁？来自于我们。然后有没有一个 algorithm can produce algorithm for other problem？ 我们所知道就是穷举法，或者叫 exhaustive search。但是我大胆的假设，今天我给你一个难题，它的 algorithm 是 countable、enumerable。我都不确定，更不要说就算你 countable immutable， 你可能是 untrackable， 所以那你怎么办？所以就这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那么多难题我们还解决不了，对不对？那我们人都不知道人怎么解决的，更不要说机器。今天几乎没有 evidence 可以 prove， 我可以写一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可以产生 algorithm 去解决新的问题，对不对？那个你说这所以我怀疑，还再讲一点data 跟 information rich， 一个人博学多闻，知道很多事情，绝对可以说很聪明。但是，我可以举另外一个反例，我们就说这个个人助手，我的助手，不管是真的人的助手，或者叫做人工助手。他知道我喜欢坐什么飞机，他知道我每天大概什么时候起床，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东西。那我今天叫你做一件事情，叫你去倒一杯咖啡，你不知道我要不要加糖，不知道我要加奶，倒过来不完有力，那不代表你比我的助手笨啊，你只是不知道我要什么，那就叫 data。 那这所以不有，而且回到这里来，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一个信息是因为安全，国家安全、商业安全或者个人隐私，所以你不知道 data。 所以 data 到底多知道 data？ 那今天 big data 时代就是机器可以看很多 data， 但是机器看 data 它是里面看什么 insight algorithm 还是来自于人。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啊，我们常常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深刻怀疑计算机很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左脑袋，它可以去做验证，他可以去执行我们的 algorithm， 而且不会出错，不会喊累，一直往下做。然后你有一个，基本上就是你有一个 algorithm， 你叫他去 optimize， 然后他可以收集很多数据，他就会帮你做验证。但是这个大胆假设从哪里来？这 creativity 从哪里来？对不对？我们的右脑袋，右脑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创造力，包括画家。今天你去问一个有名的画家，你为什么画出这幅画？我觉得他讲不出一个道理，他如果只能够讲出一个道理，那不就他可以教人，可以一定可以教一个人，又产生另外一个画家吗？三体，我们说三体这个科幻小说写得很好，那他能不能教我去写下一个科幻小说一样或者更好？显然很难教，因为那就是创造力，对不对？我们人都不知道怎么弄，怎么叫机器弄呢？所以回你们大概也可以知道，我对这个很多人说 AI 很可怕，非常可怕。这个比什么都可怕，这个很多人都说，然后还有人说 singularity， 哇，这要比人聪明了。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刚才第一个右脑袋，我真的不晓得有没有任何人在做右脑袋的东西，就算有也非常的粗浅啊，更不要说还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们的意识，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意识，我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知道你怎么看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怎么想你看我做这件事情，对这个，然后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
机器有意思吗？我们的那个小兵的确，我们开始做一些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还真的有一个 program， 在有些状况之下，我知道一个答案，我故意逗你，我就不告诉你。但是这是我 program 的，这个意思也是来自于我的 algorithm， 也不是个机器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我们对人的了解都不够，机器意思在哪里？我还是这句话 ：machine 的 algorithm 今天 completely programmed by human until we can have something， have a program can。We have an algorithm can produce algorithm。我认为这个机器的智慧跟我们是还是差得非常远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不可预测的、不可预测的机器，我认为是有很少的应用。什么意思呢？意识，我们就讲意识这件事情。我要不要机器有意识呢？我举一个例子，你大家都知道，我大概不希望机器有意识。我要机器做，我其实希望机器就是我的助手，我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那么我就譬如说，我今天要一杯咖啡，我要一个助手去倒十次以后，我希望他拿来我很满意的咖啡给我喝。我今天如果我叫我太太去帮我做一杯咖啡，十次有五次他说你自己有腿有手，为什么自己不去做？所以我觉得我们需不需要一个机器有意识，然后不可测呢？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没有用。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人跟机器的关系更多是 human 加 machine 变成 superman， 做出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机器做不到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有一个大胆假设，包括我们有一个大胆假设，叫机器根据我们的 algorithm 去看世界所有的 data。譬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股票预测师，要建议大家买什么股票，假设了啊，那我今天我无法看所有的 data， 机器可以。但机器看 data， 它只把 data 练出来，这也不叫看。我当然希望去看一些东西，我就想，我看 data 要看什么东西？我把这 algorithm 去 implement， 叫它去看，看完以后得到一些东西，我再去调整我的 algorithm， 然后这两个配合，有可能我变成一个全世界最了不起的financial 这个 prediction 的 machine， 可以帮大家赚钱，对不对？那么说到机器像 Terminator， 早上有人问 Terminator， 机器来跟人作对，我认为那个几率几乎是很小。如果机器会出事的话 ，most likely 是因为 bug， 因为在数理逻辑里面有一个叫 incomplete theory。incomplete theory 基本上就是说，你机器再怎么做，里面都会有一个。有一条这个 logic expression， 你不能证明它是对的，你也不能证明它是错的。那有一些直接的发现就是说，每个机器一定有 bug。那么所以呢，我为什么这里提 Matrix， 就是 Matrix 那部电影。如果机器有一天会造成一些意外，对人类产生的伤害的话，我觉得 most likely 是因为 bug。但你说 bug， 这个 bug 就是专门来跟人对抗，要把人完全消灭掉。我觉得那个几乎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 AI 对抗人可能都太过。然后我写的一篇文章叫What kind of robot do we need？ 里面有一些我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去年发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看。最后我留几张 slide 大家看，其实任何时候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大家也不要意外啊。洪小文说 AI 不可怕，很多人说 AI 很可怕，这个很自然。同时呢，我也要讲1950年，哎，我去找现在这个大数据嘛，很容易找。1950年那时候其实机器刚，这不是电脑机器或者是计算机才刚开始，当时就有人要做 AI 了，大家也知道 AI 那时候就开始了。真的，这是1950年《时代》杂志的某一期的这个封面，这里呢很简单，大家都可以读。他说：“哎，人好像对于啊，我们人造很多机器，拖拉机，大型的拖拉机，大型的机器很大 ，muscle 这个 muscle 很强大，打一下人可能都被一下就飞出去了，这个受到伤害。人对这个大型的这个机器不害怕，但人一直很害怕。我们能够做出一个东西比我们还聪明，这个 Superman。1950年就有人担心，到今天还担心。”那1950年到现在，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我还是很乐观的。所以我第四个 A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augment human capability with machine intelligence。我认为 AI 这个 artificial 可能以后会改成 augment， 就是 human 加 machine 做出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是真正让我们变成 superman。这跟我们不会飞，我们做了一个飞机，我们就可以飞了。今天我们 human。我们的左脑袋，哎，
很厉害，有点缺陷，做出一个最了不起的左脑袋，跟我们右脑袋配合，那我们做出一些无限的这个东西，唯一就是我们的创造力，右脑袋又回到我们这个最原始、最了不起的这块东西，很有可能人跟机器的关系就是这样。好，谢谢大家。